宫颈，金刚顶瑜伽，念珠经，宫颈，金刚顶瑜伽，念珠经，宫颈，金刚顶瑜伽，念珠经，水香赞，先天真水，净洗灵台，杨枝一滴洒尘埃，涤秽消灾，香焚宝顶，气达先天，微光选鹤皆祥烟，降见此心前，释迦如来，牟尼世尊宝告，至心归命礼，东华教主，西域圣师，弃皇宫之富贵，爱雪岭之清高，炼成摩尼珠，光照大千世界，尊居兜率地，得披亿万生灵，大法东披，无不精修波罗蜜，梵呗西来，贤之皈依无上道，登传万世，佛日常辉，法纪千秋，黄土巩固，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释迦牟尼古佛，慈悲广化天尊，金刚顶瑜伽，念珠经，本卷尔时，毗卢遮那世尊告金刚手言：善哉善哉，为诸修真言行菩萨者，说诸仪轨则，哀悯未来诸有情等，说念诸功德胜利，尤闻如是妙义去故，速证悉地。十金刚萨埵菩萨薄佛言：唯然世尊，我今未说之。尔时金刚萨埵菩萨而说偈言：诸表菩萨之圣果，于中间绝为断漏，绳线贯串表观音，母诸仪表无量寿，甚莫莫过越法罪，皆由念珠积功德，车渠念珠一倍福，木幻念珠两倍福，以铁为珠三倍福，熟铜作珠四倍福，水晶珍珠及珠宝，此等念珠百倍福，千倍功德地世子，金刚子珠俱之福，莲子念珠千俱之，菩提子珠无数福，佛部念诵菩提子，金刚部法金刚子，宝部念诵以珠宝，莲花部珠用莲子，结摩部中为念珠，众珠见杂应贯串，念珠分别有四种，上品最盛集中下，1080以为上，108珠为最盛，54珠以为中，27珠为下类，二手持珠当心上，静虑离念心专注，本尊瑜伽心一静，皆得成就理事法，设安顶髻或挂身，或安颈上即安臂，所说言论成念诵，以此念诵静三夜，由安顶髻静无间，由戴颈上静四重，手持臂上除重罪，能令行人速清净。若修真言陀罗尼，念诸如来菩萨名，当获无量圣功德，所求圣愿皆成就。加持念诸贯串之法，亦如苏西地经说，其瑜伽经，但说其功能理趣，不说相。应知金刚顶瑜伽念诸经中。